来到了创意世界。今天在创意世界也要为您介绍的是这一条手环。这一条手环呢，我们今天要用手编。那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这一条两个颜色的。那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这一条两个颜色的。那这个果冻绿色我们要换成果冻的粉红色。那如果你要跟我做一样颜色呢，我们会需要66条白色的彩虹圈。果冻的粉红色需要34条。那我们会需要一个扣环。那彩虹圈准备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喽。首先，我们要拿一条白色的彩虹圈，在彩虹棒上面转一次，那你就可以看到有两个小圈圈。再拿两条粉红色的，然后把这条白色的搬进来，然后把它搬过来。那现在是两边。我们每一边要加两条，所以拿两条白色的彩虹圈，从这边把它编过来，然后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。那现在另外这一头的粉红色呢，我们再把它放到彩虹棒上面。那现在另外这一头呢，我们要拿两条白色的彩虹圈。然后把它搬进来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条纹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拿两条粉红色的。那这一次呢，要把上面这一些彩虹圈全部都把它搬进来。那搬进来之后呢，这一边先放在手手上面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再拿两条白色的彩虹圈，把它搬进来。那另外这一头呢，放在彩虹棒上面。那另外这一头也要加两条白色的彩虹圈，跟这边一样，然后搬进来。那这样我们又加了一层了。其实这条手环呢，它是这样子的，有一层是只有两条，那下一层呢是把两边都各加两条，然后再回来只用两条。那它的条纹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就继续这样子做。我再示范几次给你看。那接着我们又要用粉红色的，所以拿两条粉红色的。然后把手环拉进来，全部都拉过来。拉过来以后，这个粉红色有两个耳朵。那这一边呢，我们加两条，拿两条白色的加上去。那另外这个耳朵也是一样，要加两条白色的。所以再拿两条白色的，然后加在另外这一边。那这样继续编，它就会越来越长。那接下来的下一层是粉红色的，所以拿两条粉红色的，把它全部都搬过来。那搬过来以后呢，粉红色你又可以看到有两个耳朵。那每一边各加两条白色的，所以再拿两条白色的彩虹圈。加在这一边，加上去以后，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。那另外这个耳朵呢，也是要加两条白色的。我们暂时先放在彩虹棒上面，然后拿两条白色的往上加，然后下一层又是粉红色的，拿两条加进去。那加进去之后呢，又有两个耳朵了。那每一个耳朵都加两条白色的彩虹圈。加上去以后，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，所以现在看起来应该是这样子的。那另外这一个耳朵也是，
加两条白色的彩虹圈。好，那白色加上去之后，又是下一层，又是两条粉红色的。那记得粉红色搬过来之后，变成两个耳朵，那一边各加两条白色的。所以拿两条白色的，加在这个耳朵上面。那另外这一边这个耳朵，粉红色的，再拿两条白色的，再把它加上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这样继续编。一直编到你想要的长度，再回来看我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编到这里呢，可以量一下，看够不够长。那这样已经够我的长度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收尾了。那这条手环的收尾方式很简单，那因为这一头是白色的，所以我们最后另外这一边也是要用白色的，所以我们拿一条白色的彩虹圈，把它搬过来。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结尾了。把最后这一条放在手手上面，拿一个扣环把它扣起来。那另外这一边呢，把这两个小圈圈也扣在扣环上面。那这样子我们的手环就完成了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要帮我点一个赞哦，然后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我有新作品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第一个看到哦。我也诚挚的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分享你的作品，你可以在 Facebook、Instagram 或 Twitter 上面找到我。谢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见，拜。